这个海底捞火锅店前面呢，是把这些平时让顾客坐的这个椅子还有桌子都收起来，然后以一个警戒线围起来，一个放冰淇淋的地方也已经关起来了。那里面店里面呢也没有什么人潮的，可以进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的吗？应该是我的，是没有人哎。这个哇，好大个哦！这个就是三鲜的汤。新冠病毒蔓延嘛，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寄出全国行动管制令。那么在这个全国行动管制令期间呢，非必要的这个公共服务呢就不会进行嘛。那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海底捞的火锅店。那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平时呢，这个海底捞的火锅店是很多人排队，然后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。可是现在因为行管令的关系，然后也因为这个疫情爆发的关系，所以也很少人会来吃火锅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来到了这里。那我打算呢，就会点他们的一个套餐，就是说他可以给你选麻辣锅啊，还是有三鲜的这个汤底，然后他们就会 mix 成一份。那一份呢，大约是22令吉。那我现在就已经点了，那就看他们准备这个套餐给我们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海底捞火锅店前面呢，是把这些平时让顾客坐的这个椅子还有桌子都收起来，然后以一个警戒线围起来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告示牌，就是说他有写说他们是提供外卖服务，又或者你来到这个海底捞的店呢，就会自己订了食物，然后就自己来拿这个食物回家吃啦。所以他们是没有准备这个在里面单音的这个服务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平时的这个放冰淇淋的地方也已经关起来了，那里面店里面呢也没有什么人潮的。好啦，那么我现在就等着我的食物准备好就可以啦。15 minutes later， 那等了差不多15分钟过后，我的饭已经好了。那现在呢就要去领我的饭，然后过后呢就会回去看看这个饭的味道啊，还有里面到底有什么料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那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一个海底捞这里，打算来拿我的饭。可以进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的吗？应该是我的，是没有人哎，怎么办？这应该是我的吧，海底捞。这个海底捞的饭现在要饭赶回去吃，趁热吃。好，
好期待哦！现在下着雨，然后我撑着伞，好期待这个热腾腾的饭哦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呢？嘿，快步走回家。A little longer than a few minutes later. Yay! 现在我们就要来吃这个饭，海底捞了。然后这个饭的售价呢是22令吉。那么我在刚才就选的是3鲜的这个汤底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第一个，我们有的是白饭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有给我一杯水，一杯冰水，野果爱玉冰。然后重头戏就是这个，哇，好大个哦！这个就是3鲜的汤。那刚才那个服务员呢，就说其实这个饭呢，应该要放在汤里面，然后一起吃。这个就是筷子啊，然后还有他们喜欢给的。圈，然后牙签，还有这个消毒电话的这个消毒纸，喂，地书之类这样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动了。哦，好香！所以里面呢，其实就好像是火锅的汤底一样。那我们环保一下，我们就不要用这个一次性的汤匙还有茶，我们用自己的，因为反正都回到家里了嘛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底里面到底有什么料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菜，然后有蘑菇，然后还有这个鱼肉。至于这一个料呢，其实他们有羊肉、鱼肉、牛肉还有猪肉，这3种肉的价格呢都是一样的。那么我就选了鱼肉，这次我就选了鱼肉，因为我觉得因为3鲜的汤底会比较凉，然后也比较爽口，所以就选择鱼肉。那这个是甲公玉叔叔，然后还有一些料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白饭啦，还有配一杯水，也就是野果爱玉冰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要开动了。首先呢，就把这一些白米饭倒入这个汤里面，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汤很大份哎，搞不好我还可以留隔一天吃。这样我就拿一个碗，当当，我就把拿一个碗，然后把汤还有饭分别放在碗里面。这样如果吃不完的话，还可以留明天吃。如果你一次过就把所有的饭啊放进去汤里面，这样它的饭呢就会浸泡在汤，隔夜就会好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搅一点点汤。它的那个3鲜的汤还是一样这么的好吃哦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汤呢还有给很多，那可能大家可以事后还可以再加火锅料啊，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有其他的火锅料就可以加进去吃。那还有给猪肚，这是野果爱玉冰，所以它是其实是一组的套餐。你叫了这个饭，还有这个汤，还有一杯水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哎呦，怎么办？
叉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海底捞呢配合行动管制令，因为他们不能给人家在里面吃嘛，然后又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吃火锅。这个野果爱玉冰呢，它是有 jelly 在里面，然后还有酸梅的味道，很好喝。那么配合这次的全国行动管制令呢，这个海底捞他就推出了这种泡饭，然后就有一个汤啊，就你最喜欢的火锅的汤底，然后还有你可以选一种肉，然后就还有白饭，就给人家这样吃。那这一个饮料、一个汤、一个白饭，一共是22令吉。那你觉得值不值得？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，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哦，因为毕竟现在餐饮业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啊。那如果你喜欢吃海底捞的汤底啊，然后你不介意可以这样吃的话，那你可以去support一下他们。他们的汤呢，除了有这个三鲜汤，还有番茄，然后还有麻辣汤。那下一次呢，可能就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汤底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。那么海底捞在这个时候推出这种套餐呢，也是随机应变。可以在这个全国行动管制令期间呢，有更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那希望这个全国行动管制令呢可以快点结束，这样呢大家就可以和朋友啊一起去吃东西，然后还可以吃到自己最爱的火锅。那因为现在是 MCO 嘛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遵守政府拟定的一些防疫措施，我们一起加油打赢这场战役。 OK，拜拜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继续吃哦。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那不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你不喜欢就好。拜拜。